他家的猪蹄的确没什么肉，但是都是筋。拿了瓶饮料，我觉得他家的病态了，好像烂条比较少了。镜头不换了。先为了防止倒多，我把这个洞抠得很小。倒多太咸了。要点这个沙拉酱。
丘比特香甜的。这个酱不能吃多，一吃多就腻，但第一口你会发现很好吃。播放一首岳云鹏的《问心无愧最自在》。岳云鹏的《问心无愧最自在》音箱暂无版权，为你推荐其他版本的《问心无愧最自在》。没有版权。在我们家吃饭跳起来舞要被打了。说什么无奈，说什么的安排。小爱同学，关闭音乐。这摄像头又在晃。我不是指大家啊、哦。